我都是香港人，入行七年，选港姐，做艺员，拍广告，在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走了一圈，当中的精彩明同你的吸引的确令人兴奋，但是精彩过后重拾初心，发觉自己其实从来都没变，向往的始终是朴素一点平实一点的生活。如果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追求物质追逐金钱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坚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呢？